就是我啊，也是谁啊？哦，谁啊？哦，还找不到，你看你自己这么大了，我又有做事，真的不知道是谁，小兄弟啊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刚刚一直想邀功，笑死了，走吧，不够啊，走错边，走错边，迷路了，迷路了，迷路了。走，然后团团刚刚也救了我，又炸了我，怎么那么难？这是今天模式到底是谁啊？怎么都这么会演啊？是谁啊？他都很强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有人要去，我们只能进洞了。哎呀，被抢团抢走了，快点，到有点难走。嗯，对、欸，黑汪汪上来给我炸、欸，好棒啊，好开心啊！他跌，然后看到一个炸在他面前。感觉我们要多炸直升机了。我在炸啊，我正在炸。OK， 炸吧炸吧，正在炸。嗯，蹦又一台。那你的弓是什么弓？强势。白旗吧。强势回归。强势回归。强势在他们的直升机那一个人，那个人身上，直升机在那个人身上，头痛。我被射一下，直接剩两颗星。抱歉，那是我的。哪一个？哦、所以你射过去了？哪一个人？没有，我还有一发，手上还有一发。哦、啊，是谁拿的？谁拿的？直升机上面那是谁？我不知道。知道哦，丰收机。啊哟，超痛！快吃鸡！压压惊，压压惊！哎，卡住，卡住！输入法，输入法！你怎么了？快救他！开楼上，开楼上！救我！救我！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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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！救我！我来了，我在努力了。还是死了，在门口，在门口。弓啊，弓啊，强势的弓啊，别这样啊！强啊！哎、欸，有隐形人哦，对面有隐形人哦。哎呀，刚好被我发光发到了。隐形人死了。在谁身上？欸、在我。你也发光，你也发光。啊！直升机上面那个被我炸死了。好、啊，小哥被炸死了，看一下。我看到那把弓了，我看到了。有，我拿到了。绝对厉害！我在上面呢、啊。一直被卡输入法，我真的是要。哎、欸，我在上面，我在上面炸直升机。小哥死了，小哥死了。我在上面。喷一堆东西，我喷一堆东西。哎，我走了，走了。我回来了，你是国王，等一下，现在我换国王了。我是国王，我是国王，我是国王。哦、国王回来了，我回家了。然后有没有要接手炸直升机的工作？好。然后这里还有15颗手榴弹，发光啦！好，把衣服穿回来。那个，现在家里只有我们的人哦。是。嗯、然后啊。我要把发光用掉哦。好。哎、欸，团团来喽！团团来喽！团又来了。先把我拿上，嘿嘿嘿。哎、欸、哎，他干嘛？他之前看中控吧。他们都来了， okay. 全部都来了。都来了，都来了，都来了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快走，快走，你快走。巧克力在我旁边，巧克力在我旁边。有。哎、欸，快点帮我啊！团团有附魔弓啊！哇，我死了！他们都在丢手榴弹啊！不行，我也倒了。啊！欸、我的狗！汪汪是不是有？汪汪是不是有宝石？我宝石被拿走了、哦。没有，在我这，在我这。没有，上不去了，上不去了。我在咳嗽，团团，我死掉了。你要从塔那边，从塔那边，从塔前面塔的那边上去。哦、好。嘿嘿。从头哪咯？求助！巧克力哪咯？有两个手吗？拿着我的弓，那、哦、是我的。宝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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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石在那个。有在抢，在。捡到聪明了。有在杰克身上，在杰克身上。等一下救我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救！小小雨回头，小雨回头。宝石，宝石，宝石，宝石被他们捡走了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
有吗？不是在杰克身上吗？没有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单手，谁在前面打他？打他，打他，现在不能打你，他现在不能打你。是啊，是啊。OK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团长在打你。好嘞。啊，打了，打了，东西在团长身上，宝在团长身上。他开始，团长现在不能打了，他开始，他开始。哇哇哇哇，跑掉了，跑走了。啊，剩三滴，可惜。哎呀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好温暖，我快死掉。不应该自杀的。是他自杀没错，只是他们又 放一次发光，嗯，可惜啊，哎呀，真的，强势在我这了，嗯，我想再去做一次坏事，啊，我想来了。现在分数差400分，一台直升机有没有要去炸直升机？你们去弄，然后我去偷袭。好，那，吃个食物。嗯嗯。强势，汪汪死了，汪汪死了，强势了，汪汪，中间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冲啊！攻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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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雷。哦，我捡到了。去。好。那我死到吊装哦。对你掉街了。买一下。嗯。他们也在炸我们直升机喽。见死。Hello。看一下能不能去买个弓射他。现在还是纳吉吗？嗯。哎，对面有隐形哦，团团跑过去哦。跑去哪？跑去我们家。我刚刚看到那个隐形的步伐。隐形的步伐。在厄运水。赶快把剩下一点钱领着。他们现在看不到我了。我觉得麦克的声音好小声。嗯，没关系。对面附魔是满的哎、欸。嗯，对面的附魔、啊，你就附魔是满的吗？送他一颗手榴弹喽，砸爆啊！啊，我现形了。哇，你是炸到自己了吗？对，炸到自己了。旅行商人，呜呼，我找到。欸、一发就死了，好脆弱、啊！你怎么这么脆弱？怎么这么脆弱？感谢七七七。嗯，还在炸、哦。我们可以靠直升机赚分数，可是也要阻止他们炸我们直升机。他是真的炸、啊，对啊。还是我去推他一把？可以啊，从后面偷偷推他一下，他就啊！这真的是差一台直升机的分数了。嗯。哎、欸，差一台直升机还差50分哦，是60分。那就要再炸那个小房子。嗯，可以炸一下他、啊，他死，我死在，有人在追我，我在地下，啊，我应该早一点丢的，我去翻一下巧克力好了，快点，哎呀。又回去了，我又回来了。不是啊，汪汪又回去了。呜呼！团团在底下啊、哦，团团在地洞底下啊、哦。好，我来了，要装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还活得好好的，我还活得好好的。哈哈，你没手榴弹了吧？你没手榴弹了吧？我下来了。没东西的。红
红队直升机。公又回去了。又被拿回去了。来来去去。哇，来来去去。没有啦，那个保险箱里面还有一个。拿走了。哇巧克力还在弄吗？直升机真的是要先弄。团团一直在隐形哦，注意团团哦。哎呀，瞎了瞎了瞎了，后面有谁？看不到，看不到啊，什么都看不到啊。真是浓一辈子，然后马上回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。哎看不到啊。有一只火狮在后面，巧克力刷下去。哦哦，然后我们失明了。哦，我无敌啊！巧克力回来了，刚失明。哇，失明没有办法呢。繁星，繁星，繁星，哎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他们支援的太快了，然后我瞎了。怎么今天我怪怪的？今天我的电脑怪怪的。啊。他们又在炸喽！方块，方块，我这边有，这里有。韩信，你要不要提升一下装备？你变桌子装掉了。哎，发光一下，来了三个人。有一个一直在炸我们的帐篷哦，都是团团哦。嗯，哦，汪汪那个弓也太痛了吧！一下一条血不见哎。嗯，抱歉。太痛了啦。对，对不起。看来我今天的间谍身份做得非常的彻底。太痛了，一条直接不见了。因为有两把强势啊。加起来就强五了。原来真的间谍是你啊！哎呀，是我是我，抱歉抱歉。真间谍啊！对不起。是啊，我。我们要反败的机会就只剩下直升机了。嗯。嗯，可是我们穷，有钱，中间也是挖完的，嗯，哎呀，又在玩，又瞎啦，表示那我们家也是掉了，嗯，我已经不敢再地表，我要多花一点钱，看可不可以买一个炸弹比较实在。又瞎了！怎么又来一只？我刚打死一只僵尸，又来一只，又来夜中啦！穷啊！新成就。前面谁在打架啊？
哎呀，翻天死掉了。越挖钱又变少。他们在玩啊。越挖越少的趋势。原来是赔钱货的部分。他们去拆直升机了。啊，下去了。嗯，这个王国之战人数就真的有差了啦。嗯嗯，今天本来不会参加、啊。因为王国你多一个人，反正你不管怎样，你就算什么都没做，你只一直在挖矿，你那个钱也差很多，差超多、啊。也是可以用钱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啊，就像一直阿吉挖钱，看多了这笔钱，他就一直巫术。嗯。要、啊、不然就是这个钱你可以分队友，你做拿手榴弹什么的，不一样，还是有差、啊、王国的那个真的差很多。嗯、啊，是5000吗？应该吧。